白小姐，您先休息一下啊，徐小姐马上就到啊。我的天哪！好一会儿，真闹心。 这个周文王啊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，他在路边呢捡到雷震子的时候，已经是99个孩子的爸爸了。所以说，雷震子是他的第100个孩子。但不是同一个女人生的。亲爱的，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呢。我跟你认识16年，吵翻过8次，我觉得我每次都不会再理你了。结果每次都是你富儿来找我吧。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有魅力，反正呢，只能我不搭理别人，别人绝对甩不开我。走吧，亲爱的，家这么大，带你到处走走啊。看，像这样的衣帽间啊，我们家有6层，这是第2层。前段时间买了太多新款的爱马仕包包，旧的都没有地方放了，扔给我们家的那个阿姨买菜去了。梓潼，我要跟你说正。 这个表啊，老程买了2块，在非洲的时候呢，他又不戴，他觉得太高调了。那给你们家张阳光吧，再 low 的男人也要配块好表。你能不能先跟我说点正经事儿？你已经开始吃药了，不是？这是药物反应吗？哎呀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吃药都会有反应啊。你吃了多少呀？啊，在医生指导下吗？白灿烂，你能不能不要跟外面那些肤浅的女人一样啊？ 这么注重皮囊，皮囊没有用，最重要的是肚子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哎，有反应了，我吃的药有反应了，可能例假提前了，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准备好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你先跟我去趟医院。哎呀，我不去。徐梓潼。 我不能眼睁睁看你自己把自己给毁了。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。我从小到大都是用自己最大的决心、最大的努力去死等我美好的未来。你呢，永远都是为着眼前的一点点小利，随随便便就妥协了。我跟你不一样啊，是不一样。身体病了，去医院都一样。跟我走。你是不是嫉妒我呀？你是不是觉得啊，我现在当阔太太了，你接受不了啊？徐梓潼，我真想我能嫉妒你。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，你自己看看，啊，不是，程武知道吗？你以为你用这种方式他就能娶你吗？他想要孩子，我呢想要当他孩子的妈妈。你看我现在在这里，我是这里的女主人，逢年过节的呢我就开着游艇应酬应酬，说是为了应酬，其实就是为了你们这些又穷又有趣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朋友。不是你说的这些重要吗？重要。不是你追求这些。 就这些虚的，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重要吗？重要。谢谢，你重要吧，你重要。徐梓潼，咱俩要还是一天朋友的话，你现在就跟我去医院。哎呀，我现在多的是朋友，比你美、比你有钱的都来抱我大腿呢。灿烂。 如果在我嫁给程虎的这件事情上，你总是拦着我，将来我要恨你的。你就恨吧，我现在得让你先活着，其他的你随便恨。张光，把你们家这疯婆子接走。啊？你们在哪儿呢？